叫阿兄是谁吗？你就阿兄就是台语的哥哥。是你啊。所以你要让他赶快叫哥哥的话，你就要认真讲。阿兄是我。对，阿兄。阿兄，你跟弟弟说，我是你阿兄。在练核心他爬起来了，怎么办？他在舔饼干呢。阿公先来说，来，烧暖烧大大，让你唔通流水暖。安安烧暖烧热热，让你大汉吃饱哩。安安想吃饼干啊，还要爬起来。烧暖烧大大，让你大汉吃饱哩。阿妈忘记了，学习唔好搁笨蛋。来，小马是大大，啊，你什么代志拢唔惊？啊啊啊！你们到底要干嘛？生气耶！宝宝生气耶！哦，你身上很多饼干，你知道吗？翻姑姑，那全身都是饼干，我觉得我马上挂。姑姑要露脸了，姑姑你的小超露馅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树啊树大大，大汉老太子，树啊树的你好，你客气拢我看。对，姑姑，我觉得刚刚是脖子那个绳子对不对？安安终于冷静下来了，刚刚崩溃大哭。你要哪一个？你喜欢哪一个？阿周怎么洗？好
难选择。他的眼睛太眨了。对，我们这样放着就好了，这样他就不会不舒服。这是安妈讲的。修达达，好哩一奥克起隆欧帕，修拿修弟弟，好哩卡丁叫妈妈，嘿、哎。没有押韵，不是。那不然我要讲什么？修拿修弟弟，好哩，大汉假巴哩，万岁！喜欢吗？好，换爸爸了。好，换我。安安嘞，修拿修达达。好你卡紧叫阿爸，小妈小弟弟，好你大汉够趁钱，趁钱，够趁钱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很会赚钱钱。他在舔，他刚刚就是这样舔着很开心，就饼干被收走，他就快哭了。好，换哥哥，最后哥哥了。哥哥换你了。长胡子了，长胡子。我今天发财了。你抢他饼干，他不开心了。他说不要给我饼干，要我的。妈就你，让你成为发财机。你看哥哥他们偷吃他的饼干。饼干，这个对，我要喂他吃，这样握着，已经，你看呢，他这样握着，你要塞嘴巴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塞嘴巴，不会吃，不会塞嘴巴，要塞了，洗手手，还是手手，来慢慢的，已经嘴巴张开。自己握着吃了、哦、他在闻的直接丢掉，他可能不爱了，因为闻的没有味道。对啊，他在练习，他在定位，生气了。好，你们两个到底要干嘛？那你们到底要干嘛？好啦好啦，好生气啊！表面粗粗的，然后这种是长得很像鲜贝，然后它舔了之后就会软软的。做什么？哇，你在兴奋什么？他超开心的，神秘的微笑。你是他怎么了？你是吃到饼干很开心的，还是看到妈妈开心？来，再舔一口，好开心的宝宝，好开心。为什么突然发出那么多声音？再舔一口。你发现了有比那个更好吃的东西了。吃完开始唱歌吗？他可能吃到很好吃的东西，他说原来这世界上除了奶奶之外还有这么美妙的食物。什么？他就是发出这种声音。屁股
就在学爬嘞，也太快了吧。然后毛毛虫，毛毛爬是用脸在摩擦地板前进。头太重了，头太重了，好了，大家拜拜。